特資送緊先，埋嚟睇睇。嗰邊有嘢送，參展商都盡最後努力去傾銷。有參展商話：臨近閉幕，遇鄭落雨影響銷情。平平穩穩，同舊年差唔多。不過昨日同今日落雨咧，就變咗係插水啦。人流少咗，買嘢都少咗。亦有參展商話唔同意。其實落雨咧就冇影響到銷量嘅，因為本身可能啲客啲讀者落雨可能去室內嘅地方可能會仲好少少，其實冇乜點影響。其實呢幾日都係今日比較大雨啲，同埋琴晚咯，咁其實就唔係話太大影響。適逢今年係抗戰70周年，有參展商話呢類書會帶動營業額。呢本《百年抗戰詩經》過係最受歡迎嘅。呢本書是有特別的民國意義的，所以適逢呢個抗戰紀念，它今年在書展入面的銷情都幾好，算是我哋最受歡迎的一本書咯。今年書展有33個國家同地區，總共超過580個參展商參加，打破歷屆紀錄。當中匈牙利、澳洲、加拿大同印度是首次參加。MR1 News 記者顧嘉文報導。